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经科注》第488页，488页，第一行。我们前面学习到莲花化身啊，念老引用莲池大师《弥陀疏钞》里面的一段话，说明这个世间六道众生学报之后去投胎，都是误会不尽，哪有念佛人往生到净土？一弹指之间，莲花化身就往生了极乐世界去了。那么这个莲花啊，第一行啊，从当中看起，此莲花者设为行人，行人是修行人，就念佛人啊，脱懈，我们现在讲放下凡夫最深叫罪恶之身呢，玄幽宫殿，这是比喻。六道众生脱身的时候，啊，这个投胎啊，在母亲子宫啊，玄幽宫殿就是设的子宫。啊，住在这个地方，啊，慢慢在这个地方长大成人，啊，怎么能比得上？底下一句说：“安阳当人慧命之神妙设置，这安极乐世界。”啊，当人是念佛的人，慧命往生到极乐世界。神妙设置了，是指的莲花。啊，这两个对比非常清楚。下面是念老的话，这上面呢，俗语深表弥陀大愿。悲心至极，妙德难思。啊，极乐世界莲花化身是弥陀大愿的成就。啊，那个地方没有胎生，没有卵生，没有色生，只有化身，而且是莲花化身。啊，莲花代表界境。啊，我们这个世间莲花根生在莲池泥土里头。啊，泥土代表秽土。啊，它的境是在水当中，水是清净的，表净土。花开在水上面，表示染净两边都放下了，去这个意思。
啊，莲花化身代表中道第一义谛，所以妙德难思。又大日经书十五卷说，如世人以莲花为吉祥清净啊，世间人心目当中看到莲花啊，认为这是吉祥，他清净啊，他染尽两边都不染，能悦苦众生啊，我们看到莲花都会生欢喜心，说尽密藏中，这是密宗里头，业以大悲胎藏妙法莲花为最秘密吉祥，啊，他也以大悲胎藏胎藏是佛教的术语，佛修大字典有简单的资料，我们记录在此地。胎藏又曰华藏，为众生本具之菩提心。菩提心是真心，是自性里头本来有的，一切众生个个不无啊，人人皆有啊。这是说肉团心所具的菩提之理性，一般人都把这个心呢称日以为是心脏，啊，其实说心脏也没有说错啊，现在科学认为呢，能够思考的是脑，不是心脏。啊，说脑也没说错。啊，为什么呢？整个身体构造啊，它是相通的。啊，所以真正理解它的意义，这个重要。实在讲呢，就是藏识、阿赖耶识。啊，阿赖耶识在哪里？是在脑，还是在心脏？哪个地方也找不到。我们在楞严会上看到释迦牟尼佛让阿难去找心在哪里，但是你说用心呢，阿难也讲用心呢，佛也没有说他是真心是妄心，佛只说心在哪里，阿难找了七处都被佛否定了。啊，阿难惊慌了。啊，这回过头来向世尊请教。
其实心在哪里？一切法从心想生，一切法离不开心，心是一切法的本体，离开体哪有现象？所以一切现象就是真心的。禅宗大彻大悟的人知道啊，老和尚问他开悟了在哪里呀？悟什么样子真正通达的人随念一法，老和尚点头。这个考试就通过了真正彼此有默契，所以心是万法的本体，心在一切法里头，阿难问的七处都是，不能只在哪一处，处处皆是，无有一处不是。现在我们明白了，科学家给我们证实，就是意念跟物质不能分开。我们看到科学报告，马上就想起到《心经》上所说的，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任何一个现象，无论是物质现象、精神现象，通通离不开五蕴。我们从前以为五蕴是讲色身，五蕴的色法是我们的肉身，五蕴的受想行识就是我们的心。在妄心并没讲错但也没讲对科学的报告跟法相中讲阿赖耶三悉相完全相应三悉相第一个业相，科学家说的能量就是业相，它是个波动的现象阿赖耶的转向，科学家所说的信息就是受想行识他有感受，他会想，他的感受会想不间断，一个接着一个我们读了弥勒菩萨的报告，一弹指32亿8000年，也就一弹指的时间，他这个相续有320兆个念头相续，这叫行行是行动不间断，是这个意思识就是藏识像资料库一样，所有的信息全在其中。哪些信息呢？变法界、虚空界，所有信息都在里头。我们为什么不知道呢？很有限的一部分知道，大部分不知道。
这是因为我们有障碍，有烦恼，有业障。啊，烦恼是贪嗔痴慢疑这一类的造成障碍。啊，业障呢，是我们造的业，造的善业不善业，有这两种东西把它障碍住了。啊，所以信息虽然一条也没漏，就是不知道。啊，什么时候才知道呢？只要我们把这两种障碍化解了，等于说把这个机器修复了，它就非常灵敏，就起作用了。啊，这个修复就是把烦恼放下，业障化解掉，啊，消业障，断烦恼。我们自性里面的这个作用啊，就完全恢复了。真心就现前了，啊，真心就是菩提心，菩提心的他受用是大慈大悲呀，自受用是清净平等觉，啊，自受用，啊，他受用是大慈大悲。啊，所以这个胎藏呢，是众生本具的慈悲心。啊，因肉团心所具的菩提理性，以大悲之万恨而生长发育，犹如母胎内之子，故曰大悲胎藏。这大悲胎藏四个字的意思说出来了。啊，胎藏是比喻，啊，不是真的。啊，用母胎胎藏啊，能孕育婴儿。这个地方讲呢，大悲能孕育菩萨了，啊，把它比喻做胎藏。又说胎藏呢，为肉团心开敷之八业中胎之大日，此中胎之大日以大悲出生，无量诸尊垂普门之化用，故曰大悲之胎藏。啊，这又一个说法，大悲胎藏啊，说肉团心，肉团心这是讲心脏。啊，心脏八业中胎，啊，把心脏比喻一个莲花，莲花有八个叶子，当中是莲台。啊，莲台当中啊是大日，大日也是比喻，日是光明遍照啊，啊，比喻是智慧。啊，那么从大悲心出生无尽诸尊垂普门的化用，这个无尽是指佛与法身大士。啊，诸尊四十一位法身大士，加上妙觉四十二个位次。
啊，他们垂是上对下，救护啊，遍法界虚空界一切苦难众生，平等的慈悲，无缘的慈悲，叫普门化缘，教化众生。啊，这是自信的智慧与慈悲，啊，这称之为大日大慈大悲，啊，所以称它为大悲的太藏。这个意思也很圆满。啊，所以密藏里的时候，也以大悲太藏的妙法莲华为最秘密吉祥。这个秘密是神秘的意思。啊，佛法里头没有秘密，秘密是不可告人的事情。佛法里头没有。佛法大公无私。为什么说的秘密？它太深了，啊，不是一般人能理解的。啊，你像阿赖耶就是秘密，佛说的那么清楚，真正能懂的人有几个？啊，我们学佛学了几十年了，对这一桩事情也是模模糊糊的，没搞清楚啊。啊，半信半疑。啊，确实近代这些量子物理学家他们这些研究报告帮助我们明白了。啊，没有看这些报告啊，讲不圆呢。讲不透彻啊！我们做学生学习的时候，老一代就是没法子讲清楚啊，辩论个多少次也是枉然，得不到一个具体的结论呢。啊，科学的报告我们一看就明白了。啊，就想到啊法相讲的阿赖耶八十五十亿心所。啊，这一连起来的时候啊，所发现的原来就是佛经上所说的。啊，那么再看佛经的看的时候啊，看清楚了。他们的报告后面还有尾巴，不能解决问题，我们全明白了。啊，物质现象，物质没有，假的。啊，是意念纠缠产生的幻象。啊，这个我们马上把阿赖耶的境界相搞清楚了。啊，它是从转向变现出来的，这个清楚了。啊，转向见分从哪里来的呢？这个科学家没搞清楚，现象看到了。啊，这个意念是突然有的，但是立刻呢就不见了，消失了，速度非常快。啊，弥勒菩萨告诉我们一个数字，一秒钟1600兆。啊，诸位想想，1600兆分之一秒，
你怎么能不控制它？你没办法掌握它。啊，它的存在的时间就那么长。啊，所以它突然蹦出来，没有理由，没有原因。啊，蹦出来马上就消失了，就没有了。啊，科学家说得很好。如果是一个物质现象或者一个精神现象啊，单独的毫无意义。为什么？它生命速度太快了。就好比我们这个电影幻灯片啊，在放映机里面放映，如果是一张单独一张，毫无意义。单独一张在放映机里面，现在我们以前这个老的这个机器啊，一秒钟24张，然后24分之1秒啊，那一闪就过去了。你睁着眼睛看这个东西晃一下，离了什么东西都不知道。晓得有个东西闪了一下啊，到底是什么不知道。如果24张连在一起，1秒钟，看出来了，啊，也很快，1秒钟就完了，啊，能够有个概念，这单独一张毫无意义，啊，1秒钟，1600兆分之1秒。可能你个样子闪的样子我们都还没有觉察到，也就是我们根本就不能够意识到它的存在，单独一个现象啊，必须众多现象纠缠在一起，科学就是这个才有意思啊，才能发觉它的存在，单独一个是不可能的啊。那么这种现象从哪里来的？没有原因，找不到原因啊。佛法知道它从业相里头来，业相从哪里来的？业相是一念不觉，自性里面呢，那真的叫蹦出一个无明妄心，那就是阿赖耶。一念不觉啊，出现一个阿赖耶。阿赖耶不是真的，是假的啊！所以叫他做无始无明。无始什么？没有开始。啊，必须无数的这个不觉纠缠在一起，哎，它起作用了啊。在这个里头由业相变成转相，转相变成境界相啊。无论怎么变，一切相是一体啊。科学发现了所有现象好像有一个肉眼看不到，我们无法接触的一个网，无形的网啊，这个网联系到整个宇宙
啊，科学家说，我们的身体是这个网里头的一份子，有能力接受这个宇宙网里头所有信息，而且自己这个网站的时候也能够发出信息。我们起心动念发出去了，我们这个肉身每一个细胞都是在那里发，速度是1秒钟1600兆都在发，如果它不发的话的时候，就像样就没有了，所以它不是真的，是假的啊！这是佛在大经上说，凡所有相皆是虚妄，没有一样是真的啊，只有自信是真的，但是自信没有任何现象，能生一切现象。啊，慧能大师的报告虽然简单，说得很清楚。啊，前面的四句是把自信描绘出来了，自信的样子。啊，第一个，本自清净；第二个，它不生不灭。啊，本不生灭。第三个呢，它本自具足，什么都没有，它什么都不缺。第四个，本无动摇。啊，这句话很重要。说明自信本定，也就是自信不会妄动。自信确确实实没有起心动念，没有分别之处，自信本定，幕后说能生万法。啊，这个能生万法我们理解，它怎么会生万法？是众生有感，它自然有应。啊，这是一个信息网嘛，整个宇宙是一个信息网，是一体。啊，哪个地方往里动了信息，它都知道。啊，只要是有缘，立刻就应。啊，众生有感，他就有应；没有感的时候，他不现行，他无处不在，无时不在。啊，因为他没有现象，所以你看不到他，你听不到他，你摸不到他，你也想不到他。啊，我们这八个识通通圆不到，它就在面前，它根本没离开。啊，这个是我们参考最近的科学报告。啊，跟《大乘经》里头所说的一对比，搞清楚。对诸佛菩萨不能不佩服啊！诸佛菩萨怎么知道那么清楚？比科学家还厉害。那就像经中所说的，这一桩事情就明心见性，为真方知。啊，什么人能证得呢？放下妄想分别执着就证得了。在华严经上说，大乘经里面佛说，破无明烦恼，破尘沙烦恼，
破见思烦恼，你就见到了。啊，名称不一样，事实跟华严完全相同。啊，放下起心动念分别之处，你就见到了。啊，你要不放下，永远见不到。所以起心动念是障碍。分别执着是障碍。啊，障碍去掉了。真相大白。再接着看。一切加持法门之神，作此莲台也。这是太藏妙法莲华。啊，这里有个名相加持，我们常常看到的。啊，佛学大辞典也有一点资料。严密朝第二卷，严加持者，加为加披。这个字是个破音字，跟我们衣服披在身上那个披音相同，意思也相同。啊，在这里不能念加倍，啊，要用跳手变。啊，古时候它是通用的。持呢为认持，认识自然。自然而然，啊，保持它。佛以上神力，加披任持现前大众，这种境界，不是一般人都能见到的。那么佛所加持的人，这个人要修修行的功夫，也就是说这个人真正放下，放下为什么还要加持？放下肯定得到加持。啊，这就是科学家告诉我们，实际它是一个网路，是一个大网。啊，这个网里头任何一个点，一个网孔，这个信息整个网都知道。啊，它需要加持，这就是感。啊，诸佛如来加持，这就是因。啊，这最高是对化身菩萨的，就是经宗里面所说的寂光土加持十宝庄严土。啊，寂光土里面是妙觉如来。啊，就是毗卢遮那。毗卢遮那是梵语，翻成中国意思是遍一切处，也翻作光明遍照。啊，它自然，啊，绝不是起心动念，啊，自然就有这种反应，就加持它，让它见到不思议的境界。
啊，被加持的人有相当的功夫，他才能感。啊，以他修持的功德来感，佛才有应。啊，得见如是不思议庄严境界。啊，这个境界是呢，见到佛身，见到佛土。啊，真见到，信心成就了。啊，真相信了，为什么见到了？那不是听人讲的，亲自见到的。啊，愿心就格外恳切了。啊，那么佛的这个加持，岂不就是戒淫吗？这不是临终的戒淫啊！这对于一个修行人，对他的信心、愿心加强。他对于见佛往生决定不怀疑了。是既甚成佛意愿，这又有一个加持的事。加持者，表如来大悲于众生信心，佛热之言呐、啊，现众生心水越加。行者心水能感佛热越迟，这个比喻很好，容易懂啊。众生的心水，佛好比是太阳，这个影子现在池塘里的水里面啊，众生的心水呢就像池塘啊，佛的这个把佛比作太阳了，这个影子现在众生心水当中，这个叫家。行者心水，这个心要干净啊，要不动啊。啊，日月的影它才能在里头现出来呀、啊。所以行者心水能感佛热啊！如果他的这个水很脏，水很有波浪，那就不现不出这个太阳的影子，就现不出来了啊！那这就不能加了啊！可见的这个加持是双方都有条件的啊！这就讲缘了，双方有缘。佛没有办法加无缘的众生，无缘是他心不清净啊，他的心有染污，他的心在浮动，这就不能够感佛，就不能感佛，就没办法应。啊，佛现在众生心，这叫家。众生的心要清净，要不动，这叫持。八十华严经第六卷说，佛所加持无有边呐。佛的加持没有起心动念。由此可知，众生之感呢，也没有起心动念，那个感就特别殊胜。啊，起心动念，心浮躁了，
所以现在人麻烦在哪里？心浮气躁，不能干。啊，就是没有持啊，没有奉持啊。啊，佛热不能现。有没有家？有家。佛日是从来没有中断的，怪我们自己心水染污，心水起波浪，心浮气躁。如果我们的心是平静的，心是清净的，啊，你跟诸佛如来，那个感应呢，不会中断的。常常有啊，啊，这个事情我们能相信。在这个事情，在通灵的人很多啊，是真的还是假的？啊，我们要细心去观察他的心清净。他的妄念很少，我们就知道他有感的能力。他能见到一般人见不到的一些事情。如果他心浮气躁，他妄想很多，那他不可能有感应。那么他所知道的呢？现在有一些灵媒附体，不是他自己的能力，叫未必可靠。啊，这就是做过去李老师告诉我们的，真正预知的能力是要禅定。佛可以把过去未来的现象用他的神力突破时空界限，就在当下你就看到了，这是要定功啊，啊，得到加持啊，这种信息那是真的，决定不是假的。限量境界，啊，比量境界有时候很准确，有时候不准确，啊，那个就所谓是差之毫厘，失之千里。啊，一切加持法门之身，作此莲台。念佛往生的人，真的是无量功德成就啊。我们看到好像他没修什么功德了啊，他就能往生了往往啊，因此感到怀疑
其实我们所知道的太有限了，我们只看到眼前，看不到过去，看不到未来。而佛在这个经上告诉我们，只要是念佛往生的，都是过去生中曾经供养无量诸佛如来，今天往生的无量诸佛如来的加持，此地讲一切加持法门之身，这不是偶然的。世间确实没有偶然的事情啊！过去生中修的，这一生当中没有遇到缘分，不知道借着修而造了许许多多的恶业，恶业做得再多，可能他过去善根福德很厚啊，这一点恶业在他障碍不大了。一遇到缘分，他立刻就回头。他能信，他能愿，他肯念念佛，句句佛号都是净念相继，这还得了吗？我们不如他了，我们天天在念，一天念一万声，抵不得他一声呐。他一生是净念的，我们一万生是杂念的。他一闻他不怀疑了，我们听了多年还半信半疑，这个就是说我们的善根福德不如他。他虽然错了一生，最后这个缘成熟的时候，他还是决定成就。我们明白这个道理，疑惑就化解了。经典里面这种说法有理论依据，不是随便说的。一切众生本来是佛，一切众生皆由如来智慧得相，只是一念迷，这一念错了，才做许多卧事，但是一念觉了，他立刻就回头。我们没做事，没做卧事，但是还回不了头来，他一下就回头了。他这一回头，我们就赶不上他了。我们细细想，这里头这个道理并不很难懂。这一切加持，一切诸佛如来的加持，他做莲花了，可见极乐九品之莲，正显大日如来密意，具体皆是最深秘密迹象。
啊，当日如来，这是密宗。本尊的啊，他是谁呢？显密不是两样东西，是一样东西。啊，我们要有一个认知，变法界、虚空界是一元的，不是多元的，是一体的，没有分隔。任何宗教，他们所以信仰的、奉持的神明也好，上帝也好，啊，真主也好，无论称什么名相，都是一体的化身。啊，就像日本过去中村康隆，啊，老和尚，我第一次跟他见面的时候，他100岁。啊，103岁时候过世，我跟他见过好像是3次面。啊，那几年，在美国开了2次，在这个日本开2次会议，到日本我一定就看到老人家，很慈悲，啊，第一次见面告诉我。全世界所有宗教的创始人都是观世音菩萨的化身，讲得好啊，我们听了欢喜啊。我离开的时候，那一天离开啊，他的大徒弟桥本啊，送我出门，告诉我，他老和尚今天跟你说的话，我们从来没有听过。啊，这个也说法应机呀。啊，老和尚知道我这些年来在世界各地联络宗教，啊，倡导世界宗教是一家。啊，老和尚跟我说这话，啊，这是对的，没错。啊，确实。是一家啊，我们看底下这个资料，从佛教大辞典里头记录出来的。梵名，这印古印度梵文，梵名称为摩诃毗卢遮那。啊，摩诃翻成中国意思是大的意思。毗卢遮那呢，就是日。啊，显教里面称毗卢遮那佛，啊，华严经的教主啊。我们现在背后这一尊佛像就是毗卢遮那佛，华严三圣，啊，当中是毗卢遮那，旁边是文殊普贤。啊，华严三圣呐！
啊，所以也翻为热，叫太阳。啊，摩诃是大，所以翻成中国意思大日。啊，大日经书第一卷，这是密宗最主要的一部经典。即除暗辨明之意也。啊，这就是大日的意思，除暗辨明，普遍的光明。啊，所以毗卢遮那也翻成遍一切处。然世间日，则别方分。方分是指空间。你看呢？若照其外呀，不能其内。明在一边，不知另外一边。啊，太阳照我们地球，照一半。那一半是夜晚，这一半是白天。啊，它不能遍照，大日不一样，大日是遍照。啊，又唯在昼，光不住夜。白天太阳照到了，啊，夜晚日光照不到。如来智慧日光则不如是。啊，遍一切处作大照明矣，无有内外方分所昼夜之别，啊，这些都没有。啊，有毗卢遮那者，光明遍照之意，谓之遍照如来。啊，所以大日就是毗卢遮那，毗卢遮那就是。大日显密是一，不是二啊。密是显之密数，显呢是密之显数，显密是一，不是二。啊，所以华藏就是密也。密言就是华藏，毗卢遮那就是大日如来，大日如来就是毗卢遮那。啊，如果学佛的人不懂，执着一边，其门户之见就完全错了啊！啊，所以学，特别是学大乘，最重要的一个概念就是认识。变法界、虚空界是一体。这是大乘的根本呢。啊，变法界、虚空界所有众生跟自己什么关系？一体。啊，经上常说，生佛不二。生是众生呐，啊，把众生说在前面的，佛在后头啊。生佛没有说佛生呐，
佛尊重一切众生，平等当中尊重一切众生，自己谦卑也。啊，尊重别人，把别人摆在前面，自己摆在后面。这些地方都是我们应当要学习的。啊，永远学习谦卑。啊，不敢在别人前面。啊，我们走在别人后头。啊，这都是教化众生。每个人都能退一步，天下就太平了，所有一切争执就化解了。让别人就是让自己。啊，所以这个念老在此地做的总结，可见极乐九品之莲，正显大日如来的名义。啊，具体皆是最胜秘密吉祥。啊，秘密吉祥就是极乐世界。下面是第二十五愿，天人离尽。我作佛事，十方众生闻我名字，欢喜信要，礼拜归命，以清净心修菩萨恨，诸天世人莫不致敬。又章三愿，上面三愿从闻我名字到莫不致敬，是第二首。人天啊，天人离尽愿，从若闻我名，下至诸根无缺，是第二十六底下这一段，一共有四句经文。闻名得福愿啊，再下呢，这是第二十七修。殊胜行愿，这一章有三愿，都是表文明的功德。啊，这是先说这一章经文的大意。啊，上面第十八愿，生念必生，乃往生之真因，四十八愿之核心。啊，这个地方特别的提醒我们，往生的真因就是智持名号。为什么要支持名号？因为持名念佛能断烦恼，能消业障，能生净土啊，能见弥陀，
道理就是的呀。你肯念佛，你肯定有信心，有愿心。因为说你行动出现了，真信发愿，不肯念，你有信有愿，没有行动。啊，有行动决定有信有愿。啊，可见的。持名重要啊！古德教导我们呐，少说一句话，多念一声佛。很有道理啊。啊，说话造六道轮回的业，无论你是善还是恶，离不开六道轮回啊！啊，念阿弥陀佛，啊，这也是一句话，能帮助你了生死、脱轮回。生净土，它不一样啊！为什么不念佛呢？啊，记住，念佛是往生的真因，是四十八愿的核心。第十九愿与二十这两愿。乃第十八愿之开光，就把它脱光了。啊，二十一愿呢？专指具有续悟的众生，若能回顾发菩提心，一向专念呢，一切的往生，不跟我道啊！啊，这是总结前面几愿，啊，特别是。第十八愿十念必生，后面两句经文善导大师的解释讲得太好了啊！后面两句想往生的十念必生的，后头说唯除污逆十恶。回谤正法，啊，很多人听了这两句，自己造业太重了，好了，我往生没指望了。啊，善导大师给我们解释，因为无逆施恶回谤正法。是一切恶业里头最严重的，没有比这个再重的了。阿弥陀佛在此地劝导我们别造这个业，啊，并不是一定说造了这个业不能摄受，啊，你不能往生，不是这个意思。啊，善导大师为我们解释。啊，真正肯认错，肯忏悔，啊，回头是岸，阿弥陀佛还是会摄受你，还是会接引你往生。这个开始不得了啊！
让一切造作罪业的人呢，都有了希望了。啊，劝导大家改过自新了。啊，如果你不改过自新，那你肯定堕恶道。啊，你造的是地狱业。啊，纵然修了一点人天福报，你来生到人享人天福报，福报享完了，罪报福相来的时候还是要受啊。唐太宗在世的时候修了不少福报啊。啊，死了时候迷惑颠倒，到畜生道去了。啊，畜生死了以后回到人道。啊，人道了一点余福享尽了。地狱业现前，堕地狱了。啊，在地狱里头几百年的时间呢。啊，一直都在地狱。啊，这一次才出来。这都是给我们实现的。善有善果，恶有恶报。不施不报，时辰未到。因果面前，人人平等，没有人能够逃过因果报应的。啊，只有这一条路，信愿持名，求生净土。啊，为什么你一定要懂得，你才有信心。名号功德不可思议，为什么不可思议？这一句名号能帮你断烦恼消业障，在所有法门啊，八万四千法门，无量法门，消业障、断烦恼最有效果的方法，无过于念阿弥陀佛。你不认识，你不知道啊！你要真正知道了，你就抓住这句佛号。啊，而且时间不会很长。念个一年两年，哎，他业障真消掉了，你就往生极乐世界去了。哎，还剩下一点没关系，待业往生，真去了啊！啊，这个是无与伦比，百千万劫难遭遇的一回一桩事情，我们遇到了啊，无量劫来稀有难逢，
我们今天逢到了，你是这个多幸运啊！问题呢？问题怕我们认到了不认识，不识货，当面错过，那就叫真错了啊！啊，希望我们这一生不会错过这个机会，要抓好，要真干呐！啊，经还是要听，还是要学，为什么呢？坚定我们的信心、愿心。啊，没有经教，怕我们的不善的习气太严重了。今天信了，明天又怀疑了。啊，只有在经教天天不间断熏习之下，把我们这个根熏习成坚定不拔啊，不再动摇，我们就决定得胜啊，信心十足啊。啊，所以二十一愿好啊，专指啊具有学我的众生啊，过去生中造的我也，包括现前所造的我也。我常说了，只要你一口气没断，你都有机会往生。这一口气断了，来不及了。啊，在这一口气没断之前，真正悔过，承认自己的过错，啊，真正悔改，求愿往生，弥陀慈悲，没有分别心，不会嫌弃你。你还是蒙弥陀本愿摄受啊，接引你往生啊！啊，所以这个里头几句经文要记住啊，若能回顾发菩提心，就是真心。真愿意到极乐世界啊，去跟随阿弥陀佛啊，要一心专念，那一切得生，不跟我斗，不跟我的人，你这个我也消掉了，完全从念佛功德里头消掉的。第二十三愿，在专指妇女，闻名净心，发菩提心，求生净土，在命中转难，往生极乐。上面这几愿，通通是闻名发心得生净土，是为得一种之上者。啊，这个文明得的利益了，这是上等的利益。啊，那么这一章呢，这是嫌文明呢得的是少许的利益，下者。这下者什么？他往生不了。我们看这一愿里头没有说往生，
得到什么好处呢？诸天世人莫不致敬，大家对你恭敬，得这个利益，这不是得往生。我们接着看下面文，经章这一章，则贤其下者，盖众生根器不一了，故文明之性要发心也不一。何因大心没坚固？何因幸运不深？何以持念不专？是以未能全弃弥陀十念必生之大愿。跟阿弥陀佛十念必生的大愿呢不相应呢。这是念佛人为什么不能往生？早年我在台中跟李老师学教，老师常说，他不说别人，说我们自己练习，都是念佛人，念佛的人多，往生的人少啊。老人常说，10,000个念佛人，真正能往生的只有3-5个啊。10,000人，那就有30-50个啊。我离开台中，台中念有50万人，那往生的也有200-300人呢。台中念是功德不可思议。这是老师教化的成就。为什么不能像善导大师所说的万修万人去，一个也不漏，理上决定讲得通。事实上呢，这原因此地说出来了。闻阿弥陀佛名，听无量寿经、弥陀经，大家的信要发心不一样，真发心的成就了，没发心的不成就。为什么没发心？亲情放不下，世间的语言放不下，他不能往生的。经教没有真正听懂，所以一知半解。不能产生坚固的信心。那么何因呢？大心未坚，是发了心了，坚不坚固？常常退转。遇到世缘。
大心就不见了，啊，往生的念头就没有了。或因幸运不深，啊，都很容易被境界所转。啊，看到喜欢的，手舞足蹈啊；看到不高兴的，啊，就要批评，啊，就要教训，啊，这都是我们常常看到的呀。啊，李老师对于这些莲友们知道的很清楚啊。说不说呢？不说了。为什么不说呢？说了没用啊。他不听啊，他做不到啊。这就是烦恼习气太重，大心幸运不坚固，就这么问题。啊，我在台中我感觉到很遗憾。啊，什么原因呢？老师讲经太少了，一个星期讲一次。如果老师天天讲，我想台中往生的不止三五百人，三五千人都可能。啊，甚至于上万人。大慈菩萨讲过，如果度一万人到极乐世界，吼，那他就是阿弥陀，那功德太大了。啊，能不能呢？真能。老师如果只搞一个连续，不再搞其他的，专心搞一个单位，啊，他心是定的，他不乱。啊，每一天讲经，天天劝导大家，密切熏修，人心就定了。真听懂了，真听明白了。啊，讲堂里面，啊，不要多了。每一天两个小时讲经，啊，十个小时念佛，办得到不是办不到啊。老师往生，我这言语就是他老人家往生那一天定做的，不用红色，用这个颜色。现在用这个颜色很普遍了，啊，我在李老师之前大地也是红色的，啊，穿黄色的海青。老师过世之后我改了，啊，我用灰色的海青，用这一件衣。啊，老师往生在莲社莲友六百人，啊，大殿里都铺的蒲团六百个，49天日夜不断，六百人念佛给他回向。啊，这个人怎么念49天呢？外面的人很多，看到哪一个蒲团人离开了，这个人就到那去，坐到去先念去了。啊，49天蒲团里都没有空的，只要有人离开了，就马上后补进来了。
在台湾是盛况空前的，没有一个人有这么大的福报啊！全是自动的，晚上不睡觉在那等着啊，看哪个地方有空位置啊，赶快去补啊！啊，我看了很感动。啊，这些人对老师做到了知恩报恩。啊，老师走了之后，想到老师的教训，我们要真干，不真干，对不起他老人家。啊，所以这几句我们读了，深深感到警惕，啊，何以？持念不转，这一句话就是学习不能够一门深入，常识熏修啊，学得太多，学得太杂啊，不专，这个都是往生的障碍啊，跟阿弥陀佛第十八愿不相应啊，故当时未能了脱生死，这样学佛这一生当中不能往生，不能往生一定是继续去搞六道轮回啊，那这一生虽然不能往生，确实是断恶修善啊，来生人天福报。啊，人天福报享福，就怕迷惑，要遇不到殊胜殊胜的缘分，就迷了。那越迷越深，麻烦就大了。说今能获福，于现在及未来，现在是这一生。未来是来世啊，来世肯定得人天福报啊，故获利未能如前之所愿啊，前面从十八到前到第二十四这几愿殊胜的利益你没有得到啊，念老这一段呢，文这个注解放在此地也好啊，特别提醒我们啊，后面再告诉我们二十五愿，看第二十五愿，修菩萨恨，为六度万恨，是乃广修众善者啊，本经三辈往生皆云发菩提心一向专念，该发心诸善众往，持名是万恨之首，确实往生正因，虽行众善，则广而不专，薄而未尽，为其弥陀本愿，难于今生现证，故为受人天离经而已。我们想想，这错了，
想想这些是不是我们现在的毛病？如果我们现在有这些毛病，要赶紧改过。啊，如果不改，那就是修人天福报去了。人天福报，如果我们说一句不好听的话，那叫什么？叫恶作剧。你们想想，对不对？在六道里头，恶作剧啊！啊，真搞清楚、搞明白了，不干这个傻事了，赶快回头。啊，让我们想到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为什么天天讲经？啊，李老师，我深深感到遗憾，他没有天天讲经。他的精神体力非常好啊，这是修得的啊，修行有功夫啊，啊，日中一时，生活非常简单啊，那么大的工作量啊，其实他那个工作量是可以把它减轻的，啊，搞的事业太多，啊，什么事情都要过问，啊，所以用心不专了，啊，如果专心教学，培养底下一代。不但佛门的，连传统文化的人才济济呀！啊，所以做事，我看了明白了，事情不要在一个人手上做，交给下一代去，让他们去做，啊，好好的。着重于培养人才，这个重要，比什么都重要。所以，人能弘道啊，非道弘人。啊，今天在这个世界，甚至于许多宗教，我认识的，啊，几乎都把培养人才这桩事情疏忽了啊，不是不知道重要，就是没有真肯干啊。我们老一代的法师也是常常口里说到了培养人才重要，但是没有一个干这个事情啊，有这个认知啊，但认识不深。啊，用心不坚决。啊，现在越来越困难了。啊，如果没有后继的人才，佛法就会断灭了，啊，肯定会断灭。啊，佛法如是，
这世界上其他宗教也面临同样的危机。甚至于中国传统文化，儒释道三家，这才是今天头等大事啊！我们要全心全力，特别是年轻同学，一定要有使命感。古人所说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天下开太平，这是大圣大贤的事业。用什么样的方式去落实呢？用教学。做一个好教员，像释迦牟尼佛一样。释迦牟尼佛是王子，他不出家继承王位，他把王位舍弃掉，去当一名职业老师，所以佛教是佛陀的教育，就是释迦牟尼佛的教育。他是私道，他不是宗教。释迦牟尼佛一生现身说法，做一个非常负责的教师。而且是义务教学，不收学费。对于学生一律平等，跟阿弥陀佛一样。没有贫富贵贱的差别。过同样的生活方式，圆满突破。释迦30岁开悟，79岁圆寂。开悟之后就开始教学。一直到圆寂，49年没有间断。模范老师啊，圣贤事业要用这个方式，才能够永远沉传下去。孔夫子当年在世，教学只有5年呢。夫子学成，大概跟释迦差不多。我们在《论语》里头读到，孔子15有志于学，30而立。释迦牟尼佛19岁放弃王位的继承，他离开家庭去求学，求学12年，到30岁，印度所有的宗教学派，他都曾经去学过，去涉猎过。
啊，三十岁这一年，他放弃广学多闻，啊，放弃这个念头，采取一门深入。啊，修更深层的禅定，这大彻大悟。啊，过去学习的不能解决的问题，彻悟之后啊，全部解决了。啊，自信般若智慧现前，再开始教学。啊，一直教到往生。给后世弟子做了真实的榜样。啊，师道，师道哪有不教学的道理啊？啊，李老师是在家居士，他有职业，他有工作，用他工余的时间来推动佛陀教育。啊，他的一生做得很好，很如法，在家佛弟子。如果是出家的，寺院就是学校啊。寺院讲经教学不可以中断的，哪个学校可以不上课的呢？没这个道理啊。啊，所以寺院庵堂应该要像释迦牟尼佛一样。每一天教学不能中断。啊，释迦牟尼佛没有星期天，没有放假的。啊，每年只有一个下安居，下安居是教育。啊，下安居把他已经有成就的学生，啊，平常四面八方教学。下安居通通叫回来，啊，召回来，就再教育。我们现在讲进修教育，提升这些老师自己的德行、学问、智慧，提升自己。啊，安居结束之后再出去教。啊，年年有三个月亲近释迦牟尼佛。提升，这个制度好啊！啊，教学相长啊，永远不中断呐！啊，所以下安居是这个意思啊！下安居是雨季，出去托钵都不方便，就不出去了。啊，安居在一处。啊，接受信徒的供养。啊，从早到晚都上课。啊，早晚课不是像现在上殿，早晚是修定，对，修禅定。啊，出来听讲经。研究讨论就是落定啊，这是世尊当年在世的状况我们应当学习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